琪琪宝贝，琪琪宝贝，快别玩了，来，妈妈给你打针了，你还不害怕疼？不害怕，只要小朋友们给我点点小红心和点加号就不疼了，就不害怕疼了。啊，妈妈开始扎了，滋儿，哇，我琪琪宝贝好棒啊，真的不害怕疼。大宝，大宝，快别玩小车了，快来了，打针，打针了。好。大宝，你还不害怕疼？我当然不害怕了，只要视频间小朋友们给我发送一些令令令，我就不害怕了。妈妈扎了。啊。滋儿，嘿。哇。哇，我大宝真的好勇敢，也不害怕疼。谢谢小朋友们的令令令。孩子爹，孩子爹，快别吃了，别吃了，来打针了，打针了，来。打针，我不扎，我怕疼。不是你这么大人，你还怕疼？两个宝贝都不害怕。疼疼啊。快点，你要不扎上扎两下子。那行吧。小朋友们，快送我一些小红花吧，我就不疼了。我开始扎了啊，扎的轻点，滋儿。哎呦我的天哪，不好！咋的了？针头落里了。针头了，我心咋这么疼呢？那快给我拔出去啊！咋整啊？我想想办法啊。快点吧。哎，有办法了。啥办法呀？看我的啊。啊，轻点，轻点。哎，好。哎呦我天哪，疼死我了！哎呦我。小朋友们呢，也没给我发送小红花啊，疼死我了。